鸟台油管配站就用西部时间 WWW Spur Road。北京时间3月27日 ,NBA 常规赛雄鹿客战灰熊。此役双方核心后卫霍勒迪和莫兰特均高挂免战牌。雄鹿次节打火仅得18分霸场陷入13分的落后。第三节雄鹿疯狂反扑，但梅尔顿连中三记三分拉开20分以上的差距，灰熊随后稳稳守住优势。最终灰熊以127-102复仇雄鹿，豪取四连胜，同时最近9战8胜。雄鹿输球后战绩和旅军相同，因胜负关系跌至东部第四。这个比赛日热火和雄鹿双双九几，费城升至东部第一。比赛数据，雄鹿字母哥30分11篮板4助攻，斯盖帽米德尔顿16分5篮板5助攻，大洛10分6篮板，波蒂斯7分11篮板，灰熊梅尔顿24分3抢断命中6记3分，贝恩20分5助攻，迪龙19分，琼斯13分10助攻，小贾伦杰克逊16分6篮板，亚当斯4分11篮板5助攻。本场之星梅尔顿神准射入此役，梅尔顿替补出战成为奇兵，全场命中6记3分，其中比赛第三节连续命中3记3分，帮助灰熊拉开20分以上的差距，成为本场灰熊取胜的最大功臣。比赛花絮返回更衣室，亚当斯摔伤后退场治疗，本场高光开局搭乘2+1。米德尔顿状态火热，别让他冲起来。字母哥滑翔劈扣轻松被顶。大洛空切扣篮得手高，